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屋。今天我们来说说射手座和谁难以长久发展。和射手座最不相配的星座，第一名金牛座。金牛座不是个无忧无虑的星座，但却是个扎根于家庭与社区的人。金牛座稳定的性格是吸引你的一点，但那也正是使你们分开的原因。渐渐的，你会开始觉得对方太过实际、谨慎。 总之是负责任过了头，令人觉得有点乏味、刻板。相反，金牛座觉得你太过乐观，不够可靠，太无忧无虑，竟会因一面之差就抛下所有东西跑到国外去玩。射手座的这种行径对金牛座来说实在没什么好处。像牛一般的金牛座和天性自由开放的射手座，两个可说得上是风马牛不相及，非但无共通点，属性也相距甚远。 想拉近都不太容易，要维系更需要极大的努力。射手座的人通常好变、爱热闹，令喜欢安静的你难以忍受。但为了怕射手嫌你沉闷、不懂生活情趣，还得要勉为其难，实在是蛮惨的。他是节俭的金牛和爱玩好动的射手几乎没有交集。如果射手能够节俭一些，而金牛能少一些计较，那么两个人还是能够和平共处的。 但这样做似乎两个人都要付出太大的代价。第二名处女座，先天性格观念不同，令你们很难真正明白了解对方。不用多说什么，只是用钱的观念已经很烦了。射手座天生豪爽、出手大方的个性，小家计算的处女座又怎么看得过眼呢？这只是其中一部分，生活中有很多柴米油盐、吃喝玩乐、衣食住行的问题，吵架是难免的。 力求完美的处女总是精挑细选的，很难决定下一步该如何做。所以，对于乐天之命、很容易恋爱又很容易转移目标的射手难以掌握，老觉得不够踏实。射手常不能忍受婚姻的约束，觉得家居生活太浪费欢乐生命，所以爱上射手对处女是项挑战。他的活力与行动力正是您欠缺的。想要抓住射手，除非您能很心甘情愿的委身配合。 无论在行为处事上，以您为负他为主这样的搭配模式去相处，或许还可创出另一番局面。切记不要用脸爱射手，光用心也不够，要用速度，最好能凡事比他快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订阅。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屋，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